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米。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啦。这个夏天和过去的春天一样不平凡，我们依旧彷徨不安。我亲爱的订阅者们，一定要记得多喝水，注意防暑，要时刻保持健康。今天我要拜托大家一件小事情哦，虽然感觉我有一点小无赖。我开通了 YouTube Channel Membership，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我就收到了 YouTube 给我发来的邮件，可以开通 Channel Membership， 可是要让我向我的观众还有我的订阅者传递这个消息，那我不喜欢给大家添加麻烦和负担，尤其是这种难以启齿的要求。但是总是收到这样的邮件，并且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订阅者不会增加，我的视频在 YouTube 频道上没有任何的曝光度，似乎已经停止了运转，所以我现在感觉到特别的无助。在我慎重的考虑之下，我决定厚颜无耻地跟大家求助。这个是不强求的哈，那本身大米能够在这个平台吸引到大家来关注大米，大米已经倍感荣幸了，不敢再有多的期望哈。那我在今后的视频当中呢，也在打造有益有趣的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见证大米的成长，比心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